倒覆，啊，倒覆，但是那重量可能超，嗯，肯定超了，是吧？对，行，就是，哎，你能渡就不用我再录了吧？嗯，不用。我发那种，我第一次用那单子啊。走快的，走慢的。渡来快慢的吧，便宜点。啊，行。啊，谢谢你啊，哎。不用，你要不用口的呀？不会给我丢了吧？我这装个箱儿一会儿。哎，好，好，谢谢你啊。这车太多啊，好好，哎，谢谢你，哎，他们都找我要书，我都凑不全，但吴元我得给，吴元是我老大哥，吴元他爸叫吴奇尧，吴奇尧是那个飞虎队的战斗机，被日本人打下来过三次，1949年新中国十年阅兵的时候，他是天上飞飞机的，在天上飞了三圈。为什么飞三圈？那时候飞机不够，飞行员也不够，他飞三圈，表示飞机多。后来跟我一样猴脾气，跟领导打架，被领导给打成反革命，给发回杭州去了。以后去劳改农场，吴元就是劳改农场里边生的，就跟小萝卜头似的。后来方军介绍我认识他，他介绍我认识周福康，认识祝仁波，认识好多好多老兵，啊，老兵喜欢看我的书，我这写的不好，但我写的真事儿，老兵打过仗，所以知道我那是真的。哎，吴元就能看见我书了，别人我都不给，吴元我得给，但是我舍不得花快递费，让吴元到付。